let's start listen what he say. I don't believe it wasn't interesting anyway. Oh, I can leave you now, they want a honey vision. I got my different girls, I made my decision. When I destroy you all, here we be in my own. Spend it to watch it, cuts away and give it to the crew. Whatever way you are, cause I'm the solution. I got my different girls, I made my decision. Someone should say my ear, keep on explaining me why. Go on to disappear, disappear to the inside.天下共愤，吴王姬发兴五万大军伐纣，纣王帝辛率甲士十七万与牧野拒敌，此一战定天下，史称牧野之战。向尔等复仇的！纣王最后在露台自焚而死，这就是武王伐纣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正和这段历史有关。哇，白氏集团的董事长白先生真是太帅了！是是，人心富有英俊。这个青铜人俑是我们这次牧野考古行动最重大的发现，足以震惊史学界。经研究，这就是商纣王帝辛的青铜人俑。哇！他还戴着戒指。啊，这位同学观察很仔细。没错，这正是这青铜人俑备受关注的原因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戒指上面的纹理非常清晰，在过去的考古中从未有过将青铜人像的饰品如此精雕细琢的情况，因此我们判断这戒指对帝辛应该非常重要。白先生好，我是法国留学生塔图，请问棺材团有没有找到这枚戒指呢？这位同学还真是主动啊，很遗憾，这枚戒指至今下落不明。那这枚戒指对帝辛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？目前专家组正在研究，还没有结论。我知道了，什么？一定是他和妲己的结婚戒指。哦，下落不明吗？卢富贵，是你啊？嘿嘿，我刚刚淘到了一个宝贝，放学帮我鉴定一下。不要，我还要打工呢。哎，打工能挣多少？这次只要你做得好，小爷我必有重谢。嘿嘿，不急，
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小安，为治我这病辛苦你了。妈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哎，五年了，你爸也没个信儿，要是他在，你也不用那么累。妈，爸他不就是去武夷山考古了吗？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。不说这个了，怎么样啊？在学校交女朋友了没？妈，吃苹果。你呀，六号床的病人家属，请来一下。哦，妈，我出去一下。你这治疗费什么时候交啊？再缓缓行吗？过几天一定交。你母亲的病不能再拖了，不然以后治疗更困难。你要是真为你妈好啊，就快点吧。妈，我先去打工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哎，胖子，你在哪儿？你终于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哎，没事没事，都是来凑热闹的。给。啊？手感厚重，头铁纹为主纹，灰心云雷纹为地纹，应该是商代的。看造型，这应该是戒指吧？哎，胖子，这难道是地心那个？这你别管。哎，怎么样？要不我戴上看看？啊，算了吧，上次你让我带的那块破木头差点害死我。哎呀，咱们是老同学，我还能害你啊？这样吧，你戴戒指，我包你妈的医疗费，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哼，你要是不信就算喽。喂，你们到底戴不戴啊？我手都酸了。哇，好性感啊。胖子，你是有热闹看，可别骗我。有我的大美人，你就放心吧。周小安，你不戴戒指，一分钱也别想拿到。你好，我戴。什么也没发生啊！你，我又被骗了！真扫兴！我还以为真的会像传说那样有血尸呢。白浪费老子感情！哼，你们要是尽兴，我就完了。哎，胖子，别忘了替我妈付住院费啊！知道了，算我倒霉。哼。周小安，你这是干嘛？不用这么谢我吧，你们家其他事我可不管。好难受，好想吐。周小安，你没事吧？不。我这什么鬼啊？差点就。老爸，你的手。老板，你干了什么？快看，他抽出了。
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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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。追动画太累，来看漫画原作吧。下载腾讯动漫 APP， 独家漫画原作，让你一次性看个够。老司机快来，我们在漫画里等你。你来了吗？漫长的旅途就像一场无尽的梦，如果现实冰冷无奈，我愿沉睡梦中。不要让我的梦醒来，梦里会有最美的彩虹。不要让我的梦醒来，因为你在梦中等待。不要让我的梦醒来，梦里才有最美的未来。不要让我的梦醒来。醒了。